他们都没洗眼睛，没有洗头才不会下雨。也晒了，下雨，我很苦了。很苦了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。我们很希望你可以，就是哪一次排练可以跟我们一起练舞，哎，我们每周一都一起练。为什么？他也想要。哦，那有机会跟我们一起练吗？好的。多亏他在韩国，然后比较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排练，然后他都是看影片练习。对，看来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体练舞了，耶！因为昨天下雨的关系，所以现在球场还是盖着帆布，是为了不要让球场积水。现在这个时间是大概11:20左右，啊，我们今天女孩的集合时间是10:45。我们今天也是要练舞，今天有开场跟中场舞，今天时间真的很紧，因为今天有场外活动，然后又有一些拍照的工作什么的，所以今天哇，我今天也很紧张，因为预计11:15要练舞的，结果到现在已经。delay 了，然后又要抓紧自己，等于说我们本来一个小时的练舞，然后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，要把开中场全部练好，说真的蛮紧张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加油！我的头快痒死了。为什么你昨天没洗头？我两天没洗头啊。女神香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有点油耗味的感觉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发香了。对，发香就是有点油油的感觉，那才是林香的发香。别人的不好说，但我的就是偏油味的那一种。你确定在吼？你确定在吼吗，女神？练舞，练舞，练舞，练舞。下雨了，所以现在联盟的工作人员紧急又把帆布盖上了。哦，下雨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样。刚刚这些女神们讲说，哦，下雨了，好险没有洗头。不洗头才会赢哎，他们说。确定哦，要确哦。他们不那句话不洗头，屁嘞！我也是。现在在下雨啊，那就继续养，你看吧，对啊，你看吧，不准啊，昨天没洗啊，继续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没洗头，我也没洗头，你有洗头吗？他们都没洗，没有洗头才不会下雨，我洗头，可是下雨 ，QQ 了，我们是香的，我们是香的，我也是香。哇塞，这个雨是整天在这里吃早餐。哎，作为全家员工，全家员工有中场休息时间要吃饭。要啦要啦，要吃饭啦，要吃饭啦。怎么办？今天雨好大。对呀、啊。现在真的是外面越来越大，现在大概12:30，从刚刚就一直下到现在，而且是大雨。有点沮丧。你今天是跟多慧第二场？对。昨天。开开心的应援完，然后今天就下大雨。下大雨，哎呦！但前天晚上是有一点下雨。昨天我们就已经都穿雨衣，而且那个风大雨大，跟台风一样。哈哈，没有太阳大，对，跟台风一样。然后今天又这个板塞。对啊，梅雨季开始了。哎，如果第二场没跳到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惋惜？会啊，就觉得准备了2支舞，然后只跳了1天，啊，可惜哦。不然我们去雨中跳了，没有，那没关系，好吗？看雨有没有机会停下来。我怎么觉得感觉不会停？啊，球赛延赛了，你看。哎香香已经绑好了她的可爱的小辫子，撒个娇好了，给她给她。讨厌哎，我跳球赛，我发现是不行的，真的是人的问题。我很想跳哎，真的是要想回家。
亚洲人，为什么？你看日韩就很可以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对外国的包容度比较高。是吗？对，而且也是大辣辣的那种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去日本发展的时候，我们这样，啊，他们都，哎，好可爱哦，真的，做什么他们都觉得可爱。哦，眼晒了，他还在喝咖啡。晒了，那我们都 ready 好了，对呀，已经好了，而且我都已经就是练好，我还练两遍，你知道吗？我比三，练三遍，练两遍，还没有跳到 flower。哎，对你还没跳过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好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也帅了，香。你什么时候回韩国？明天，明天就回去，好快啊！我们想你 ，miss you。我很苦了，嗯，很苦了，我要哭了。我们很希望你可以，就是哪一次排练可以跟我们一起练舞，哎，我们每周一都一起练。为什么？他也想要。那有机会跟我们一起练吗？好的，多亏他在韩国，然后比较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排练，然后他都是看影片练习。对，看来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体练舞了，耶！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发型，来自云溪的手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女孩的造型啊，都是出自于我们自己。我的九成都是她。我们都是，比如说谁哪个女孩很会绑头发，都互相帮忙绑这样。很厉害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设计师，厉害吧？退休之后就会当设计师。哎，我是退休之后想要当化妆师。我一辈啊，缺服装师哎。那你当服搭师啊？对，服装穿搭师可以。造型，然后我是妆容，然后你是发型。可以帮我们通告。好啦，好可惜，英语演赛。太可惜今天没能打，不然搞不好今天还可以看到多慧跟香的第二场。没关系，咱们下次见，以后都是机会啊。哦，以后都是机会，你看他们已经开始了，多慧给的离职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